们今天呢来到儿童乐园，鹅就是白鹅，然后呢趁着还有一点点时间，天气那么好，我们来到儿童乐园耶。好啊，我们这个啊就是我们这个在橘色的位置啊，我们一进去之后呢，这边是打击怪兽，它到旋转天鹅啊、划船啊、无色线、到红色车、越野车，这边呢可以单次购票，也可以使用套票。对，那旁边这个小星星呢，就是有卖些鹅菜、羊饲料、鱼饲料，对，都可以进去喂小山羊还有鹅那些。好，那个。帮我用一个。嗯，好，那我们用了。打，你再打好几个。去哪里呀、啊？儿童乐园啊！好，要来这边儿童乐园，儿什么儿？白鹅。那么大了还要来儿童乐园？这个儿是白鹅的鹅呀，哈。这个是那个云林斗六这边的一个特别的游乐场啊，可以让小孩来体验一下，坐那个白鹅。然后两只手要转那个，另外一只手一样，另外一只手要转啊，另外一只手，另外一只手转啊，另外一只手，对啊，一直转啊，来倒着走，它就会倒着走了，两只手一起转，它才会那个，来现在前进，两只手一直往前面转。我呢？不要跟他混在一起。天到了，十分钟早就差不多十分钟了。掉了。往回来啊！往回头啊！他真的不会后退，不要加后退。回头啊！回头啊！你要伸好，你不要伸到那个轮胎那边去。我们来买蔬菜来去喂鹅，这个鹅它的嘴巴很贱啊，你看你看，哎，你要拿着它才有办法去吃到了，用丢的它接不到。我菜的野菜它不要吃啊，你看，你看它不要吃。
这只是不是他喜欢吃的？为什么有刚才有一个可以吃我的野菜？我要拿一下那个是，对啊，你要拿给你点啦、啊。他们，你不要看拿，我亲自。因为是这个是给你的。聪明啊！他敢吃。拿给他吃，不是要放嘴巴。那你欢吃？给你，给你。他敢吃蜂蜜。是怎么你知道吗？鱼鸭鸭，巧克力牛奶鱼鸭鸭，他们在洗衣架。巧克力牛奶，巧克力鸭鸭，我在喝巧克力鸭鸭，那个鸭子里面也是巧克力哦。对，还好吗？之后我们来这边是一个千层蛋糕的塔吉特的蛋糕的工厂，然后我们店这个是有抹茶巧克力蓝莓，这个是有冰淇淋口味的，然后我们还要买这个大的年轮的大年轮，可以去送给阿公阿妈去吃看。然后这里还有那个很多，就是类似这种抹茶的，然后这个是那个巧克力的。那我们先去吃这个蛋糕吧。我们来拿这个塔吉特。你这什么口味？巧克力。你这巧克力口味。你说这什么口味？奶油啊。啊，挂嘞。然后这个是蓝莓口味。我不知道。嗯。甜啊，我是想吃蓝莓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草莓的。果冻。是草莓口味的。草莓口味。那个，这就是千层蛋糕，然后中间。每一层里面都加那个草莓吃，好吧？那那个绿绿的是什么？好了，你旁边也有。不过你制作成这样啊，不？巧克力，什么？杨幂。换我了。这个是这个虾饺的。打出鸡，打出鸡，走喽。伯爵的，它的那个模子啊，什么是千层蛋糕？是他的解释一下。千层蛋糕是世界上就有哪几个国家有在做，那是千层糕的，就拿蛋糕到得奖的那个国家比赛得奖。是啊。各位你好，我是张丹，我是客人，欢迎至一楼门市柜台，请问报名。